好，这个是什么地方吗？就是一个庙，啊，一个圣庙。那这个圣庙跟你们去过的圣庙有什么样的作用啊？还有你们方便的去拜拜圣用的呢？所以呢，我们一路上有去过那个鳄鱼圣殿、老鹰圣殿、太阳圣殿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庙干嘛用的呢？就是为了处理木乃伊。没有别的作用啊，那个方法是没有的以后。